和 NBC 特集时间3:30。我今日玩 BF5 都玩到八铺里边输晒。即我记得咧，即系呢个玩三铺，短短只需要九个字玩晒，因为呢三铺里边都系。所有棋被敵人扯曬，跟住我哋都壓制壓到翻屋企。啱即係開頭嗰鋪咩啊 ？level 101有一個人，即係佢唔係爆頭嘅，冇爆頭，但係佢一試過可以殺到好多人。跟住甚至我記得我喺 C 區嗰，即係喺 C 區嗰陣咧，就係我支棋被敵人扯咗。之後扯曬之後，我見佢用定點機槍殺人，我心諗，C Q 嗰啲定點機槍只係望過去嗰、那個望過地鐵站嗰度，但點解可以望到去我哋屋企嗰度咧？就、那個感覺好似即係孤立咗一樣。整個兩個 team 裏面望一定係個隊友，起碼10個100幾呢，而我哋嗰隊冇，除咗我即係唔計我就冇。屌契弟，即係嗰個咩嗰、那個 hack 卡嗰個 report 嗰個系統呢，我記得我2月19號嗰陣。唔係2月14嗰陣玩最尾嗰鋪 Pacific Storm 嗰陣咧，我喺 F 區，然之後我俾一條友即係嗰個外怪爆頭射死咗，我記得即係我啱啱講話呢個2月14，我喺 F 區跟俾嗰個 hacker D 區攞支 STG44爆我頭，叫咩啊 ？Nap Loop Neptune， 即係我唔係好識到佢個名啊，都係大概都係叫 Neptune 1341 level 100幾嘅。跟然之後有望過嗰個系統咧，佢已經俾人 ban， 佢已經封鎖咗俾人。因為你報咗之後，即係佢會做嘢，即係我望到即係好似 YAD 嗰個咧，即係串到就即係佢串到就話我咩啊？咩開車耶穌飛烏，跟然之後鬧完之後，再搞咗幾日，即係意思係兩日之後啊，即係我3月22號撞到佢，佢最後一次上市係3月24，意思係話3月24號嗰陣佢已經俾人封鎖咗。哇！笑咗 ，level 120呢機忽然間封鎖咗，從頭嚟過。廢人唔好出黐啦，佬！好似個 Neptune 一樣，110幾呢機，然之後又封鎖咗，連嗰個 irregular strand 都係喎。玩到220呢中位，跟住後屘封鎖咗，從頭嚟過。但見有啲人話咩，即使你個 account block， 即係俾人 block 咗之後，再買多個，屌日都阻撚柒住曬。連續玩咗幾鋪，之後嗰日玩全部都係輸曬。就啱公司頭先講，依家都好似越嚟越少人咁樣舉報嗰啲 hacker， 因為
因為越嚟越多人都去私人 shop 玩，都見唔到 hit 卡，咁所以哇，啲你唔單止即係檢舉再掛機人數越嚟越少，反而就更加跌到去零。見過咩 SD 嗰個 hit 卡都140厘，完全冇人理嘅。你就係識得喺 Origin 嗰度舉報係冇乜用。美國嗰個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已經增加咗，唔係已經累積咗500,000，增加咗30,000，唔知20,000唔記得咗。咁你話個疫情到達頂峰都好難人信，即係你點樣判斷嚟啫？係咪話確診人數即係越嚟越多，咁個疫情就到達頂峰？呢、这個咩道理？冇邏輯嘅咯。我記得呢個咩？依家政府即係甚至建制派、工聯會嗰班人都話會捐錢協助抗疫，但係見到民主派、泛民嗰啲，竟然係一個先都冇捐到。咁你話即係其實都可以話民主派係咪真係有份協助抗疫？我覺得佢只係翹埋雙手食花生睇戲。咁我話你就係7月、9月幾立法會選舉啦，咁即係我都想希望即係你揀一啲真心為香港服務嘅議員，但係你心諗你望到民主派嗰班人係完全冇幫，係唔做嘢嘅，即係話你叫嗰班人做嘢等同於對牛彈琴。捐錢幫
幫幫咩啊？幫手抗疫，跟然之後又包包庇嗰啲嗰啲叫咩反送中運動，甚至最近一單咩限咩陳淑莊議員違反限聚令，甚至咩楊岳橋講一句咩坐監係最好嘅選擇。即是變相鼓勵人哋犯法，街，點解你又咁多人入嚟嘅咧？